你在看电视啊，妈妈？妈妈，看电视看得那么这么起劲，刚刚怎么一口痰过不来呢？刚刚是怎么状况？我没有看到。等一下要跟你抽痰哦。哦，看电视看得这么起劲。啊？妈妈，妈妈，哦，看得目无转睛啊，要抽痰呢，不知道怎么样。